睡得好吗？小妈咪非常哦，超好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很少难得出来外面。对，而且因为这个不打呼，所以就很棒。哦，哎，队友都在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在录影呢、欸。不好意思，我讲话了哎、欸，靠，我都忘了你。民众，民众。哎呀，哎，本来的废咖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突然间嘛爆发了，爆发，爆发，爆发了，真的要爆发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来给自己掌声鼓励。很棒嘞。然后这边又没有晒到太阳，就聊聊天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只要不要去拿那个，不要去拿那个牌，他也莫可奈何我。对，一直推脱。你干嘛？你卖？黄牛票啊！这不能让我海岛输掉呀！哎呀，做的懂屁的。最后还是被挪进来，没办法啊！好了，还是要工作，这一个牌子，懂吃。一二三，戴上泳帽抓到你。这一个的玩法非常特殊，等于是我们。台湾大概60年来的电视史上从来没有演过的单元，头一招，头一招，新单元哦。来，那个范范，来，范范，天天，天天，男生女生配了哈，要疯狂的，男生女生配，看看看，疯狂哎，疯狂。这几天下午看到他最不错的时候，就是我。这几天最巧看他最积极的一次。好，开工了。伸手，伸手。哎，气球5分了哦。好，出局。好。各位，重点是最后这一个啦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难抓，再来就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了。Thank you.
你拿GoPro要干嘛啦？什么？啊，就勾破了啊！啊，你这泳帽跟气球没？而且你刚刚气球没抓到哎，我有，没破，一二三，没想到 Kit 是第二被的，我第一个的。抓到，抓到，好，抓到一枚，哎呦，是哟，竟然让齐慧干龟哦，来哟，来哟，金起来，好不好？来啊，金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两枚，两位干龟了哦。出局，一对一的对决哦。哎呦，哎，他这一招不错哦。同样的画面。你捡 GoPro 干嘛啦？最后一个都是 GoPro。哇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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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来，直接上来。两枚了。只要不出声，要抓到的几率很难。黄队派出哪一位？雨天。好。不，你们 OK 就 OK， 不用问我。是哦。一个，有了，高兴，好菜，两位了。最后一枚，超级难抓，家里都趴在藏私房钱了。哎，会不会被他清牌啊？啊！
好，请上岸。哎，你这不错哦。恭喜黑队获胜！刚刚分数多到不用算了，当然是 double 了。没错，继续加油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刚刚很强哎，好，我们赢了你是怎么听到大家的？我一开始因为水声，我觉得我水声很清楚，我就听到这边有水声，就溜。对他刚刚很快的就转过来听到这边，然后刚好他在戴那个帽子，就啪啪啪啪的声音。水声是我觉得是很大块，而且因为可能又都风很低，所以他们也不会听到。因为那个其实普京真的没声音，对，因为他就比较摇，所以最后被抓到了，对，超厉害的。